在原生枷锁等你降落，看你想看另一个我。相遇又错过，把回忆都封锁，心曾被碾碎过，不曾愈合你眼里的我。倔强又脆弱着，最害怕被冷落，孤傲是我所幸的壳，没完结的悬疑小说，在等你知我羞，陪我去续写，续写到结局那一刻。主角是你也是我，角落陪我挣脱枷锁。一口桃花鸡，任你好气色。桃花鸡邀您观看《暮色新约》。哎，你干嘛呢？来来来，你不能进这儿啊！出来出来出来。谁呀？哎，你要看病，你就在客厅里待着，你不能在我房间里待着，这不是公共。你说谁有病？哦，姐。刘霞，刘霞在不在？过来过来。来来来来，干嘛呀？来。你什么人、啊、你是刘霞？你什么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如果看病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你进我房间干嘛，我那不是公共区域，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我是一个编剧，这是我写剧本的地方，里面任何一点气息的改变或者任何一点温差的改变做的零。你跟刘霞什么关系啊？我开始了、哎、这是啊，怎么回事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看看你的病人，他刚刚都闯到我房间里去了，你看现在。哎，杨主任你先放手，这是我合作的室友、啊、不好意思啊，我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合作的事儿，抱歉抱歉，先放手啊。哦，不好意思啊。你早说呀，你早说就不会发生这种误会了是吧，解释清楚就行了。哥们儿，我这个人就这样，我一熬夜啊，我这个道德底线就特别的低啊，情绪容易暴躁啊。刚刚那个度还 OK 吗？你先回去创作吧。这件事真不好意思啊。对了，咱们那个合约我还要加一条啊，你这看病归看病，如果你的客人这影响到了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你要照价赔偿啊。行行啊，我赔。 OK， 那这个就不签了啊。不好意思啊杨主任。没事，灯摔坏了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给你买一个。啊，对了，刚才来访者没伤着你吧？我没事儿，这灯不用再买了，我回头找人修一下就行。谢谢你。按理说，你私人生活我不该干涉，但是你要一个人出来开工作室，你不能跟一个完全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合租吧？不是，这中间有很多的误会，我就不一一跟你解释了。至于工作室未来的计划，我有自己的想法。好，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我水怎么洒了啊？我。不会吧！哇！不是吧！哎！
天哪，别跟我开这个玩笑哎。啊，虚惊一场。他怎么洒了呢这是。哎，不能放这儿了，不能放这儿了。差一点差一点，吓死我了。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了。哎呀。哇，吓死了吓死了。啊，没事就好。哇，虚惊一场。今天你付出了很麻烦了，是功臣。你想要走于情于理，我也不能不帮助。这地方是蒋的县，但作为波尔曼的分部，由你独自独自管理，我觉得也不错。不是，杨主任，我想您是误会了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刚创业的时候环境也比这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里挺好的呀，而且我在这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自在。杨主任，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也把你当兄长，所以我所有离职的事情我都是直话直说，当面跟您说的。如果你也把我当朋友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选择。来，这边走。杨主任，
我怎么了这？啊，那这样，那您明天拿电脑过来，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了。哎，不是，我现在就想修，我急用。关键师傅已经下班了，修不了，你明天来修不行吗？明天不行，我急用啊，师傅。那现在修不了，真修不了。哎哎哎！我自己修。不会因为进水了吧？啊？喂哥，剧本写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写完了。马上写完？我拍着胸脯跟人家保证明天交稿，你现在让我怎么跟人解释？哥，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办。你看我们能不能再拖一天啊？我就不睡觉了，我重新再写一遍，你看行不行？谁管你睡不睡觉呀？啊，做人要言而有信啊，祁连山。我从入行第一天开始，我最讨厌、我最痛恨的就是拖稿。你要是不想干了，你趁早说，你别砸了我的饭碗。哥，至于吗？这么严重啊？哎，我真的请你帮帮忙啊！我为了工作室，我已经嫖干晚净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口袋里连100块钱都拿不出来啊！我为什么啊？我图什么？我不就是为了我们能有个更好的将来吗？啊，我真的不求你替我分担压力啊，你就按时交稿，难吗？哎，难？好，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不难，哥，别跟我说话。哎。哥，你在吗？哥，哥，你在吗？哥，哥，你给我回个电话呗。
哦，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电话就可以了，阿哥。给人回一个。接。我说什么呀？你先听他说什么，接。免提啊。喂，先生。你知道我哥在哪吗？我没跟他在一起，我跟外面逛街呢，怎么了？好，那行吧，啊，挂了啊。先生，你在哪儿呢？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你还高兴？我真不知道你高兴什么。他那么在意你说的话，你把他逼成这个样子，你图什么呢？我图什么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他功成名就那天，他就知道我图什么了。我用心良苦。兄弟，我跟你说啊，我这工作室已经弄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过来给我暖暖房啊？啊，好茶好酒都有啊。什么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都成用心良苦了。喂，快，我这有个大客户，赶紧来。好嘞，马上到啊。我现在压力已经给他给出去了，就看他什么时候能把压力转换成动力，知道吗？你干嘛去？哎呀，汪洋那边有个局，你过去露个脸。你今天局还挺多的。我局不多能行吗？局不多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啊，你都跟那小子一样在家憋着，也憋不出半个好屁。我们储备项目不都挺多的吗？哎呀，圆圆啊，酒桌上的话也能信吗？签了字盖了章都不一定能成的，都是白扯，明白吗？也是啊，我们有好几个签了字盖了章的也都不算数。哎呀，你进步很快。把书收了，然后把灯记着关了，走了啊。你晚上少喝一点，需要代驾给我打电话。知道了。进步挺快。我觉得我出国以后症状反而加重了，我爸妈每天忙得要命，陪我的时间也不多，开始几天还经常见他们人，最近这几天只有偶尔能见到了。上周末我爸带我去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说是为了让我多熟悉熟悉这边的环境，开始还好，不认识我也能勉强应付着，可是后来我突然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我，我只是站在自己的后面看，我觉得我正在从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分离出来。亲爱的 Editha， 我们在遇到人生的打击和无法承受的痛苦时，灵魂也会被撞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逃避也是你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我更希望你能勇敢地去面对过去的一切。很高兴你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你已经迈出了很棒的一步，继续加油，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
Hey, Dr. Miller, could you please do me a favor? A high school student visitor who has been consulting with me just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last month. And she's in California, just like you. Can I recommend her to your clinic? She really needs help now. Thank you.这停电了吗？对啊，为什么突然就停电了呢？你不会是没交电费吧？电费可都给你了。我交了，怎么可能不交呢？哦，不然问问傅来吧。这都几点了？傅来早就下班了。哦，对啊。怎么办呢？你闻没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什么东西糊了？昨天的事儿，不好意思啊，耽误你工作了，我向你道歉。没关系，不是你的责任。有时候工作时候啊，遇到困难，你也不要太焦虑，要告诉自己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嗯。我这儿其实有很多来访者啊，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来向我求助的，我都会告诉他们呢，生活已经很苦了，为什么每一天都要愁眉苦脸的过呢？只要笑一个，说不定就会带来好运。笑一笑就会带来好运啊？对啊，下一个吧。你可不要低估了心理暗示的力量啊。我不知道你们的什么心理暗示啊，反正我最近挺倒霉的，自从把你那个头套戴上之后，我倒霉的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就没顺利过。我也不知道什么头套啊。齐连山，嗯，这个什么接地气的青春校园爱情故事，这是不是你丢的那个？明天早上这样就可以交稿了，哇！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了。你看我说的吧，不要低估心理暗示的力量，只要笑一笑就能有好运。后来，接地气的青春校园爱情故事，起这名儿能有人要看着这故事吗？
这个故事我特别不喜欢，所以我就先随便起了个名字啊。暂停暂停暂停。哦，从没留意过那鸟，因为它皮了。别念了，别念了。皮肤黝黑，脸皮宽大，你说小眼睛像这么……删了吧。行，我删了。哎，我是不是要加蜜啊？这次。删了。我删了。好运。哎，我还挺想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了。后来没发生什么，就反正我也不喜欢了。又熬了一晚上夜啊？还没写完呢。是啊。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我约了修电的师傅下午过来，但是傅来说他家里有事儿，不一定能赶过来。那师傅来的时候家里可能没人，你能不能帮忙盯一下？哦，可以啊。你到时候别睡着了，师傅会敲门的。放心吧。记住下午啊。嗯。师傅，您先休整啊，注意点安全。哎，好嘞。我是房东，叫傅来，这点能看见你。哦，是。哎呀呀，你看你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你快去睡吧，这里我看着就行了。师傅结束呢，我还得让去楼下看我的电线路。没事，我都困精神。还是年轻好啊，不过还是得注意点身体。谢谢关心啊。我听刘老师说你是编剧啊。嗯，那跟我这里气质倒挺搭的啊。没事下楼去我那看看书。哦，我之前还跟朋友推荐过，说这儿咖啡好喝，经常来坐坐。真的？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编剧算是作家吧。我这里以前也来过很多作家，开什么新书发布会都是这个老师那个老师的。那我以后叫你齐老师。别，傅老板，齐老师不敢当。别齐。来姐，大家都这么叫我。啊，行，来姐，别叫齐老师就行了。喂，我不是交给你们去办了吗？你看我这刚回到店里。好了，行了，那我知道了啊。这么点小事也办不好。来姐，你有事儿的话你就去忙吧，反正我一直在家里，我也不出门。那这个师傅这儿。没事，我看着吧。也行啊，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看着也对，远亲不如近邻吧。是那我先走了啊。行，你先忙忙啊。哎，师傅。哎，你那忙完了回头我给您结账啊。好嘞。哎，师傅，你这还有多久才能修完啊？线路都老化了，麻烦着呢。你等会儿吧，弄好我叫你。还有最近不要使用大功率电器。先生，你真的冷静一下。你不要看，先生，他控制住他。刘老师，先生，你也冷静一下。刘老师，你在哪儿？刘老师，他控制住他。刘老师，好先生，刘三马上出来了。静下好吗？刘老师，先生，刘老师，先生，打给康复中心。我已经打过了。先生，你让开，我不相信你。先生，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先生，放开。先生，刘老师，你在哪儿？刘老师。到哪里了？好，快点。刘翔。
你的手受伤了，我们先去看一下。慢点啊！要是我走了，我走了。杨主任，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他已经确诊患严重的精神分裂，是这两年有所好转，但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他需要吃药，他需要住院，而且他的家属已经明确表示过，不需要我们救治他，也不会支付任何费用。上个月没打招呼，没预约，占用了你一下午的时间，到头来了，拍拍屁股就走。是，你善良，你乐于助人，这些都是你的优点。但是博尔曼不行，他是一家成熟的心理机构，你这样让我怎么做生意？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遇到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不是应该先要安抚和控制来访者的情绪吗？你还在想着你的口碑跟你的生意。行，我不说口碑，不说生意。今天他这么一闹，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能负得了责任？其他来访者的安全谁来负责？所以在你心里，像郝先生这样的客人，他就是不应该接，是吗？所以博尔曼的客人只能是那些捧着钱又好忽悠的人。杨主任，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离开博尔曼的原因。明明半个月就可以解决的个案，非得拖个半年。每一次开会聊的不是如何解决来访者的案例，而是想着如何让来访者把钱掏出来。博尔曼要做大做强，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是每个员工的信仰。我承认做咨询是为了赚钱，但是不能为了赚钱而做咨询。你出去问问哪家公司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有一天让我在利益和责任之间做选择，我肯定会选择责任。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而且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人在跟我说如何用话术去让你的来访者离不开你，把你当神，你离开了他们的天就会塌。我想做的并不是这个，我希望通过我的专业可以让我的来访者找到解决他们心理问题的办法。杨主任，我曾经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但是现在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板。如果你听我一声劝的话，不要再做心理咨询了。你再说一遍。我不需要离职期，我选择立刻就走。你走！我不允许你带走博尔曼的任何一个客户。秦连山，你别在这儿睡啊，一会儿着凉了。哦，回来了。哎呦，刚刚洗完去，在这儿眯了一会儿。啊，对了，那个电都已经修好了，然后师傅说最近不要用那些大功率的电器，否则还会有这个停电的可能。行，那我先回去睡了啊。好嘞。今天还用赶剧本不？啊，没事，我都写完了。那可以好好睡一觉。谢谢。
其他原本是你的，去拿回原本属于你的东西。可是小霞，没什么不能，她现在是你的竞争对手。早餐啊，你这个点怎么还在吃早餐啊？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看你昨天都熬了一整天了，犒劳你一下。给我做的啊，卖相不太好啊。刚做的，这哇，谢谢啊！还给你煎了两个培根。嗯。嗯，可以啊。平时啊，要记得吃早饭啊。嗯，好。你不吃点吗？都几点了？我当然吃过了。先去收拾一下。好。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晚霞盖过你额头，紧握的双手抵过了无数的寒流，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你时刻陪伴我左右，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我们一直走，就这样一直走，在身后一直有你跟踪，保护这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你时常幸福我说你会陪着我很久，直到世界尽头，一起跟海角相拥，在等候，静静和你相拥，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在我的心头藏了很久。